主是信回出家三世要者，凭借得及和尚慈悲，凭借教舍和尚慈悲，开堂和尚慈悲，配堂和尚慈悲，诸位因地法师慈悲，诸位信戒菩萨，大家阿弥陀佛。大家放丈。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讲几句话啊！愿奉德觉和尚的此命呢，跟大家做一个勉励。那么首先也先学习大家出家受戒的功德，这个受戒功德不可思议啊！出家功德不可思议那么。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祖师训诲出家三十要则。那讲到出家呢，出家有什么功德？在《大乘本生喜地观经》里面有讲到这么一段经文，佛陀说呢，若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一日一夜出家修道，200万劫不堕恶趣，长生善处，受甚妙乐，遇善知识，永不退转，得之诸佛，受菩提记，坐金刚座，成等正觉。至于这个经上讲到呢，我们一位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在家的居士，能够发无上菩提心，能够出家一日一夜，这么短的时间的出家修道呢，能够200万劫不堕三恶道，同时呢，未来的生命呢，不是在天上，就是在人间长生善处，同时呢，能够受甚妙乐能够受这个微妙的这个安乐，同时呢，经常顺顺势势能够遇到善知识，得到善知识的一个这个教导，永不退转，不退转菩提心。那么未来呢，能够遇到十方诸佛，受诸佛的受记，受菩提记。未来能够做这个金刚宝座，成无上觉，成等正觉。所以这一天一夜的这个出家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何况呢，能够终身的出家修道，那功德更加不可思议。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功德呢，不是说你每天悠悠泛泛，除了家无所事事能够成就的功德，一定是要老实的修道，成就自利利他的功德的，才能够承办的。这边呢，祖师训诲出家三十要则，我这边就从这个禅门日诵里面引出来，上面没有写到底是哪位祖师做的，那么从这个里面的这个文大概看得出来是应该是禅宗的祖师所做的。那么这个出家三十要则里面有30条重要的法则呢，是我们出家人所应该要遵循、要去实践的。这边这个出家两个字呢，出家是什么意思呢？五分律里面有一段经文说到呢，善知挑夫具诸威仪，常行忍辱，怜悯众生，故谓出家。我们里面佛陀讲呢，什么是出家的定义呢？就是你能够善于调伏自己的烦恼，善知挑伏。
去贪嗔痴烦恼，能够去调伏内心的烦恼，同时呢，具足威仪啊，能够持守这个比丘戒、比丘的三千威仪，能够去持守，常行忍辱。那么遇到任何的事情呢，能够有这个忍辱的功夫。再者呢，怜悯众生，故为出家。前面那个调伏烦恼啊，修忍辱。持比丘的三千威仪的戒法，成就自力的功德。这个怜悯众生呢，就是内心有慈悲心。嗨，我们不但有智慧调伏内心的烦恼，还有慈悲心，怜悯一切众生，愿意帮助有缘众生离苦得乐啊，也调伏内心的烦恼。那么这样子呢，故为出家。这我跟你讲得很清楚，这个出家的定义呢，就是要成就自力的功德。利他的功德。好，我们就正式跟大家介绍这个三十要者啊，大家请合掌。一，出家要真参禅，禅透未生一切，一日反须吐露，灵光普映人天。好，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出家呢，祖师跟我们讲了，要做到三十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真参禅，当然这个禅呢有如来禅跟祖师禅，这边呢主要是指的祖师禅啊。那么这个祖师禅呢，经常要我们去参呢，参的话头就是这个父母未生之前，我们的本来面目是谁？我是谁？就是去参，那么参这个话头，参到最后呢，一日反须吐露，这个反须吐露就是有点开悟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灵光普映人天，这个灵光独耀，躲窘途根尘，能够开悟了，就能够广度众生的，庇荫一切人天的众生。这是第一个，当然这个就是哈禅宗这个中国的这个禅法的祖师禅，再者看到第二条，二，出家要勤念佛，念念要生彼国，念到不念而念弥陀，不从他得。好，那前面这个应该是这个修禅的祖师重点先参禅，接着呢，他也不会念佛，禅定中修，能够。见我们的出家呢，要紧紧的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做什么呢？就是要求生阿弥陀国。那么来这里修这个念佛三昧，念到不念而念啊，没有能念我所念的佛啊，能所双亡。这个时候呢，弥陀不从他得，念到最后能够体悟到，原来阿弥陀佛。就是我真念心，我真念心的就是阿弥陀佛。佛心众生心，一心无二心，那么这个时候呢，弥陀不从他的，这个念佛法门，那么前面参禅这个念佛，其实第三者呢，三，出家要勤礼佛，消尽贫僧罪业，造作恶王供养，便是这个法则。前面这个念佛可以说就是称赞如来，这边呢就是礼敬诸佛了。这个经常拜佛就是求忏悔，能够忏除贫僧所造作的罪业，乃至过去多生多劫所我们所造的罪业，就是要经常的求忏悔。一般我们讲的，
菩萨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基本上呢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忏悔业障，第二件事就是积聚资粮，一般所谓的净罪集资啦，就是说我们这个华严经跟我们讲，每一个人造的罪业，如果说有一个体相的话呢，那么这样子整个虚空呢都没办法容入，就可见我们这个罪障罪业非常的重，就是要多拜佛多拜忏求忏悔，才要有办法消除平生乃是多生所造的罪业。这边下面讲呢一个例子，造作恶王供养便是这个法则。造作是谁呢？就是禅宗造作崇审禅师。这个禅师他参禅以外呢，他非常勤于拜佛，拜忏，可以说在禅门里面呢，就是说最重视拜佛的就是这个造作崇审禅师。那么他是唐朝那时候的禅师呢，他经常的拜佛拜忏啊，参禅。这个时候呢，当时的皇帝就是唐僖宗以及唐昭宗的这两代的皇帝呢，都非常敬重他，经常的这个对他的恭敬供养，非常敬重这个造作崇审禅师。礼敬祖父，礼敬祖父，我们以前学员在灵隐寺的时候呢，那时候刚到灵隐寺的，跟唱歌师傅讲报告师傅，弟子发心出家其实唱歌师傅说好，那就住下来嘛，住下来嘞。灵隐寺每天都拜八十八佛，那么乃至呢这个几位当时要出家的几位的师兄弟呢，大家都轻易拜佛。因为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参公师傅他以身作则，他早课晚课要这个开始之前，他就在这个涅槃的那边拜佛。早课晚课完之后呢，结束之后呢，他还在那边拜佛。那么过堂，早过早斋堂，过午斋堂之前呢，他到了这个斋堂呢，不是东看看西看看，他就是在那边拜佛，他就亲身的拜佛给你看，所以我们这个看密宗，他们也是非常重视这个拜佛。密宗一般讲，他在修密法之前呢，要先修释迦行。释迦行呢是那释迦行呢，第一个就是大礼拜，拜十万个大礼拜，磕十万个大头。第二个修四皈依，十万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还有皈依上师。他们皈依上师是排在皈依三宝之前的，这个皈依上师是第三个加起来就是供养曼达，曼达拉供养十万遍，一般像那个哈达那个供养十万遍。第四个法就是持诵金刚萨埵百字名，就持诵百字名咒了，这个都是能够忏悔业障、积聚资粮的这个四种加行法。那么所以我们看他第一个加行呢，就拜佛，磕十万个大头。我们看那个高僧传呢，就有一件事情呢高僧传里面呢说到有一位法师叫做谭彻法师，
这个坛城法师呢，他修行呢不尊重诵经，哎，不尊重这个参禅，他最注重的是什么呢？就是拜忏。他每天拜忏，精进用心的拜忏，去带道场当中的拜忏，拜到了有一天呢，他看到七佛，过去七佛，所谓的毗婆尸佛、十七佛、毗舍佛、老拘留世尊佛、揭那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这个七佛同时现身，拜忏拜到七佛同时现身，跟他讲呢：汝罪已灭，于贤劫中号普明佛。就是善男子，你这样紧紧的拜忏，修忏悔呢，你的过去造的罪业全部消除了。你能够在未来贤劫当中呢，能够成佛，你的佛名叫做普明佛。我看到这个高僧传，这个坛城法师，这个功德，就感觉上真的是这个拜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就经常拜佛、拜忏、求忏悔，是非常有需要的。尤其我们刚刚出家啊，那初学佛，多多的拜忏、求忏悔啊，非常的需要。就是讲到礼敬诸佛了，其实再看到第四点，是出家要持戒恨，戒是佛祖正念，受戒不所睥睨，徒劳上生使命。这边讲到了，要出家人要做什么呢？要持戒。佛陀临涅盘呢，跟我们讲呢，训勉佛弟子要以戒为师，因为呢，戒是佛祖正念。佛祖在律藏这个戒律里面呢，明显的跟我们讲比丘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菩萨戒应该要怎么样自利利他，我们就是依着戒法呢来行持。那么，如果说不守戒的话呢，受戒不守睥睨，徒劳上生死命。就是说，我们受了戒，犯了戒，这个人生就不保了，下辈子可能都是到三恶道去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律典里面跟我们讲，我们一个比丘受了毗丘戒之后呢，要五下转经戒律，就是因为这个戒算是我们出家人的一个根本，那么就是要把这个戒呢能够持守好，所以这个心定观经也提到说呢，出家者持戒最难，能持戒者是真出家。这佛陀讲呢，出家当中呢，什么行持最困难呢？就是持戒最困难。那么因为这个持戒是跟我们的这个烦恼是相违背的。我们大家这个多生多劫是放逸，起烦恼随顺烦恼。那么持戒刚好是相对着我们的烦恼作业的。能持戒者是真出家，能够好好持戒的才算是一个及格的出家人。所以我们那怎么持戒呢？《算身经》里面跟我们讲，有三个的法能够做到三件事情呢，能够把戒持好。第一件事情呢，一者信佛法身。你对于三宝、对于佛、对于佛所宣说的法这戒法，乃至对于
出家的神宝对于自己的居士啊阿舍离好能够有信心，你愿意听从三宝的教诲，你就容易把戒持好啊，能够不违啊不违背师长的教授。第二件事情呢，二者审信因果。这个审信因果呢，就是说我们对于持戒的功德，我们啊这个能够知道持戒是菩提这个本，戒为无上菩提本啊。那么我们能够持戒，好好持戒成就戒波罗蜜啊，能够庄严未来的无上菩提，乃至庄严未来的极乐净土，这个持戒的功德啊，庄严极乐净土，持戒的功德，我们相信。其实呢，我们要相信犯戒的果报。我们看这个五篇句句当中啊，有违犯什么啊？都是三恶道的果报，我们心生畏惧，那么知道持戒的功德，犯戒的过患，就容易把戒持守好。这是善生经跟我们讲到的，就是三件事情呢啊，能够把戒这个持好。下面一点。五，出家要常念经，唯诚报答师恩，信口念出获智，自然自成大藏全文。这边那个下面那个字，一个口里面一个利呢，那个字呢啊叫做豁啊，豁然开悟的那个音哈。这边的这个常念经呢，就是要勤转法轮了。我们内心要去转动这个佛法，转动法轮。那么念经，为什么念经呢？在古德讲呢，要报答四种恩。四种恩，帮我们讲父母恩、三宝恩、国家恩、众生恩。我们就经常啊念经，尤其这个大乘的经典。可能人家画画经、华严经，哎，那是金刚经都好啊。那么这是经常的诵经，信口念出获智。这个获是什么意思呢？获就是古代的时候呢，这个船夫在牵这个船的时候呢，所用力所发出的一种吆喝的声音，叫做豁。那么合法来讲呢，就比喻豁然开悟的意思。就你诵经哈，经常诵经，诵到有一天能够开悟了，那么自成大藏全文，这个自成大藏全文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能够好好的受持一部大乘经典呢，能够好好的啊读诵写意，在思维是能够开悟的。那么这部经通达了之后呢，一般古人讲呢，一经通，经经通，所以这整个大藏经也能够通达。这个就是经常念经。那么但这个念经呢，每一个人都会念，怎么诵经，怎么念经呢，就有很大差别了。华严经有跟我们提到了，我们佛弟子要怎么诵经，这边有这个五啊，有一段这个经文呢，我跟大家分享。在华严经讲呢，于所喜诵，引至精行，讽诵之时，调起气息，
身离高下，心不外缘，专想一词，思维稳意，离诸昏调，止观相应。就华严经佛陀跟我们讲，佛弟子对于所学习读诵的经典呢，应该要精进努力的读诵，与所习诵应至精勤。啊，就是我们说你的，不过就是诵了一天，停三天，啊，那么这样子的，就根本没办法跟得到这个经典的利益。啊，就与所习诵应至精勤。啊，每天诵经啊，跟我们持戒啊，每天持戒，每天诵经。那么在诵经的时候呢，讽诵之时调起气息。诵经的时候呢，啊，不要说，这个从外面匆匆忙忙进来了啊，坐下来就可以诵，不是，坐下来先坐定，啊，身心先沉淀一下，然后把气息调顺畅。先深呼吸吐气，调个 三个吐纳乃至10个吐纳，把气息调均匀。调均匀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再开始诵经。诵经的时候呢，身离高下，心不外缘。诵经当然要尽量能够出一点声音呢，容易摄心，不一定要很大的声音啊，声音呢不用很这个念得很高亢的声音啊，或者说哈，太小声，就是身离高下，心不外缘。最重要就是心要专注在经文上面，同时呢，专想一词，思维文艺。专想一词，思维文艺，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诵经说不是什么都不分别，诵经是要有分别。专想一词，这个经典上佛陀这个经句啊，是什么意思？当然诵的当下可以略略的去理解经典的含义，思维文艺，乃至诵完之后呢，我们再回过头去思维你觉得受用的经句都可以。接着呢，离之昏调，止观相应。最重要的是诵经的时候呢，不要打妄想，也不要昏沉。当然昏沉这根本就没办法诵的，就是这边啊一直打瞌睡的。那么最重要一点就是止观相应，专心的读诵经典，心意境界。读诵的当下又有分别啊，思维文艺，止观，理智混调，止观相应。就是华严经跟我们讲，诵经呢应该要有的认识。这边的第五个呢，就是勤转法轮。就是说我们口诵经典，内心要去转去思维啊，这个经典佛陀讲的含义是什么啊，它的真实意义是什么。下面第六点，六出家要替听教，不然开口乱道，胸中半字不留，付诸开眼喊笑。这边讲到这个听教，听教就是听佛法，去闻法，那么去听见闻法，才能够了解佛法的教育道理是什么。这个此戒、戒法跟教法都是需要去学习的。儒家这个孔老夫子讲说呢，不学是为言，不学理无以立。这佛教讲这个时时如月一生秋，不学习啊，这个诗呢没办法言，没办法讲话，那没办法跟人家对答，这个不学理，礼仪
礼节待人接物呢，无以立，没办法在这个这个社会上立足。相对的，慈州大师讲呢，不学律无以立，不学教无以言。我们守家出家受戒之后呢，你不好好把这个戒律弄懂的话呢，无以立，就是说啊，你这个整个止持、坐持、辟丘戒啊、随机戒嘛，乃至啊菩萨戒，你都一窍不通，嘿，那么很难在道场待下去了。不学教无以言，这个教法，嘿，那么什么是这个诸法实相，嘿，那么一些的这个啊什么心性的道理你不懂，那么人家信徒问你啊，你一窍不通，讲不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不去听经闻法，不学习戒律，也不学习教法，那么这样子呢，气他高了嘞，人家信徒问你又讲不出来，面子挂不住嘞，就随便乱讲，那么就是误导众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胸中半字不留，佛祖开眼谈笑。你内心一点佛法的这些的基本的观念道理都不懂的话呢，在里面随便乱讲啊，佛祖开眼还笑，佛祖在里面看到呢，都替你啊悲伤啊，在里面摇头啊，像你这个笨弟子啊，这个不知道又随便乱讲啊，所以呢。要学习戒律，也要学习教理，都需要学习。但这个念经也是前转法轮，这边的听教也是前转法轮，听闻之后就是这思维佛法。这听闻佛法呢，在这个听闻集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呢。有闻知诸法，有闻遮诸恶，有闻断五逆，有闻得涅槃。所以我们透过听闻佛法能够知道这个佛法是什么，什么是善法，什么是恶法，什么是有漏法，什么是无漏法，那么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有闻知诸法，有闻遮诸恶，知道什么是恶法了，我们才有办法断恶。有闻遮诸恶，有闻断五逆，知道什么是无逆无逆之法呢，我们才有办法避免不去做诸。有闻得涅槃，透过佛法的听闻啊、思维啊、修习，才能够成就诸佛大般涅槃的功德。所以呢，这边的祖师苦口婆心的跟我们讲呢，出家之人要参禅，要多念佛，要多拜佛，多求忏悔，要好好的持戒，然后多念经，多听闻佛法，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前面呢，这几项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下面一个，看下面一条。七，出家要敬师长，随力随时供养，百下不如一瞬，不可回头倔强。师长啊，这个能够长养我们的法身慧命，把我们受戒师、教授师啊，乃至剃度师，这是对于我们有恩的。那么我们一个弟子的要随自己能力啊，随时的来供养师长啊，
这边的供养当然主要指的世事的诱因，是畏惧世事的供养。下面呢，百相不如一顺，这个顺呢就是随顺师长的教诲，叫做顺。也就是说师长啊对我们的教诲，我们就是如说修行的去做，生口意如说修行的去修持去行持。所以这边的这个顺呢，其实偏重于所谓的如说修行供养，就是一种法供养。前面的是的供养，是相的供养，还有这个所谓的法上的供养，就是要依教奉行啊，不可回头倔强。这个倔强呢，就是个性呢不要太刚硬了啊。这个师长跟你讲的话啊，都听不进去啊。这个这样子的，就是不随顺师长的教诲。下面一条，八，出家要学老成。第一，不可夸能，猖狂硬气，出出神人一见深真。这第八点呢，主持跟我们讲的，出家要学习老成。老成简单讲就是老实啊，老实，做一个老实的修行人。最终呢，第一点呢，不可以夸能。这个夸能就是自我膨胀了啊。那么此一点戒就是讲自己持戒非常的精严。那么做一点行门啊，拜佛拜忏，或者说有一点功德呢，就是夸大啊。那么这样子一个个性呢，猖狂硬气，出出神人一见真真，这样子共高我慢，非常自大了。不但我们一般人都看不下去，这个护法善神都看不下去啊，都起烦恼。下面一则，就出家要教徒弟，不可随他游戏，谆谆教养成人，好助佛门大器。教徒弟就是收徒弟了，但这个收徒弟不是说随随便便可以收徒弟的。律上讲，基本上你要比丘戒、出家受大戒十纳以上的同时呢，那么要有这个德行才能够收徒弟。不然你收了徒弟呢这个你别骂教他，那你等于误导他。所以呢，收了徒弟要教导徒弟不可以放任他呢，那么的放逸游戏呀那么放纵神口意三业，应该呢要谆谆教养成人。这个谆谆什么意思呢？就是诲人不倦的意思诲人不倦就是好好的教导他的意思教导他做什么呢？好做未来佛门的荣像。第十点，使出家要除懒惰，凡事向前去做，理若必然脱安，神人哪得畏护。这个第十点呢，就是要除懒惰。因为我们凡夫呢，就是说好逸恶劳，勿劳是天性的。这每一个人想要这个苟且偷安，就是要这个过安逸生活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偏向懒惰但是祖师劝勉我们呢，要精进，什么事情呢？凡事都要主动积极的去学习去做包括戒法要去学习，
乃至教法，当然刚出家就是五项专精戒律的，那么教法兼在的学习，乃至呢出家之后呢，要学习法器，这个内功戒定慧是内功，外面的这个法器也要去学习，那么僧缘分去学习，乃至其他的道场的事物啊，也要去发心呢，去主动的去做，你若必然脱安，人生哪得为富？就是要平常呢，自己呢就是要能够精进的、精进的，这个《华经》呢有讲到这么一件事情呢，在这个第九品里边呢，佛陀讲到说呢，释迦牟尼佛讲说，我过去生跟阿难尊者同时在空王府那个地方呢，空王府住世的时候。跟那尊者同时在空王佛面前发无上菩提心，都想要成就佛道。发了无上菩提心之后呢，阿难尊者一味好要多闻，而我呢精进的修道，除了听闻陀佛之外，精进的修道，所以最后呢，我释迦牟尼佛成就无上菩提的，阿难尊者还没成就无上菩提，而来扶持我的佛法，所以这个藕益大师呢，他也在讲这个《流王宗论》里提到说呢，有三件事情呢，是闪示诸佛所赞叹的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持戒精进，能够好好的持戒，这是三世诸佛所赞叹的事情，诸佛都竖大拇指跟你赞叹。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所谓读诵大乘，能够读诵大乘经典，那么这功德也不可思议，也是诸佛所赞叹的。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不持事物，就是佛法以外的事情呢，世俗的事情呢，这个不去参与，不去贪婪，那么世间的种种的名闻利养呢，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不追求世间的这些名利的事情，无欲的事情，那么这三件事情是诸佛所赞叹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出家呢，就是好好的学戒持戒，好好的学习教法，这边讲到清净的，下面讲到禅定。出家要学定力，只把私心净觉，单单剃个华头，自然万缘俱息。这个定力就是也是非常重要。讲到这个定力呢，首先很重要，就是以前在莲池经常天参观时候讲的，就是五堂功课，就是怎么样把五堂功课做好，早课做好，晚课做好，早斋堂、午斋堂乃至这个蒙山课八十八佛，能够把这个五堂功课做好呢，能够盯着不放，慢慢的也能够定性，也定力，
那么只把私心进去，这个私心就是内心那个名利之心啊，名利之心，争名夺利心。那么单单提个话头，当然这个话头呢，对于禅宗来讲呢，那么我们可以解释就是我们的所缘境啊。你要把所缘境放在三宝上面，不是念佛就是念法就是念僧，内心的在内心的定在三宝上面，以三宝为所缘境，这样子的自然万缘俱起，一切的这些念间的妄念自然能够止息。这个定力也很重要。我们现在这个佛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比丘呢就跑来跑去了，这个道场坐一坐住不下，这个住不下去了，内心呢这个忍不下去了，没有定力，又换一个道场，这道场坐一坐呢没过多又换一个道场，住到最后呢看到这个道场呢都是是非，这个每一个人都有问题，最后去住马棚了，就没定力。马棚住到最后呢，单单他一个人就出很多事了，不是破戒就是起邪见，最后着魔乃至自杀。所以我们相对我们看这个女众的比丘尼呢，相对是比较定力，在这个道场一住呢，就是他的这个出家的常住道场，从出家到最后这个往生都在一个道场。相对看我们看这个我们比丘就是跑来跑去，跑到最后心都散掉了，更不要提道义了。